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参加2018骇客大赛世界杯的 DEFCON CTF 得到季军的 HICOM 战队，站起来一下吧，请坐。那么以及首度打进全球决赛决选大赛的 BFS 战队，请站起来一下。HICOM 战队今年打败了中国、日本等强队，得到全球第三名的佳绩。而我们年轻的 BFS 战队则是第一次打入25队决赛，并获得第12名的成绩。不只是表现很好，也让我们看到振奋的未来性跟潜力。那么去年跟大家见面以后呢，我就请李志伟来协调，让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培养治安的人才。那么教育部也规划新形态的治安暑期课程，也请 HICOM 战队的高手们来当老师，把技术传承给我们的 BFS 战队。那么这个课程在总主持人我们台科大的吴宗成教授的带领之下，经过4年的培训已经看到成果，所以说这次两队都有很好的成绩表现，让我们在培育年轻的治安人才上更有信心。那我们也会继续给各位最大的支持。今天请各位来，除了分享喜悦表达恭喜之意外，那我也要再次的强调，现在的台湾在资通讯安全的面向上其实是面对非常大的挑战。那传统的安全定义正在改变，事实上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每分每秒，无论是针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或者是相关的资讯防护的机制，都持续有来自境外的治安攻击跟威胁。因此在今年9月，这个国安会提出我国的首部治安战略报告，那么未来我们相关的部会还要投入更多的资源，落实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，持续培养治安的人才。只有在这样双管齐下，才能够跟得上资通讯防护一日千里的快速的变化，那么更是守护国家安全非走不可的方向。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欢迎大家，也要恭喜大家能够让团队让台湾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。再一次的感谢大家，也欢迎大家再一次来总统府，谢谢。